魔药师的数量极为稀缺，丹药贩卖在交易中心是最少的，而且马上要进行紧急战争任务了，一枚试用的丹药很可能会给自己增加生存下来的机会啊。而这也就导致了林欣出售的丹药价格水涨船高，他的存货之中碧玉护体丹是最多的，这会儿已经是炒到了400功勋一枚。功勋这东西可不能用金钱来相比，要知道击杀一只碧绿双刀魔才10点功勋，那么400功勋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但这次执行任务的猎魔团中降级是最多的，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也就是涨得飞快。至于说爆灵丹更是直接卖到了1000功勋一枚的高价，回灵丹也是需要600功勋，而且还不还价。用林欣自己的话说，哥没有搞一场拍卖会已经是看在大家同为猎魔者的份上了。龙浩辰自然不会阻止他，虽说林欣有些趁虚而入的意味，但将他不需要的丹药卖给别人，能够让大家在战场上增加一些生存的能力，总算是好事。毕竟啊，功勋是死物，但战力和恢复药品所能起到的作用却是救命。整整折腾了一下午的功夫，众人的采购才算全部完成。团长，搞定了，咱们回去吧。此刻伙伴们都聚集在龙浩辰身边，看着他和彩儿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看着他们呢，龙浩辰多少觉得不太得劲儿，但又想不出有什么不对的。林欣那边丹药也卖完了，众人结伴而归，返回别墅中休息。回到别墅，龙浩辰却开口说道，大家都先别走，把你们购买的装备展示一下，我们也好彼此熟悉。我先说，我买的都是消耗品，哥不会攻击，但哥有药，我卖药的钱全部换成魔法卷轴了，到了关键时候老子砸卷轴也能够顶一会儿。其中5阶卷轴10张，6阶卷轴5张，还有一张我花了10000功勋高价收来的7阶卷轴，具体功效回头我们在前往前线的路上我再一说给大家听。至于装备方面，我什么都没买，有了火晶法杖的增幅，其他装备暂时我都不需要了，等突破6阶了再说。好，圆圆你呢？我的巨灵神之盾就是武器，武器方面不需要增加，而且我也不擅长防御，还是比较喜欢双手用盾，所以武器不变，买了一套辉煌级别的空间属性铠甲，名叫空间守护，耗费了32000功勋。附带什么技能？附带固化5阶空间护盾，只需要我释放相当于空间魔法师使用这个技能1/5的灵力就能够激发出来，同时还有增强巨灵3成的作用，自身材质之中加有密银，对于我的整体实力有全方位的提升。值了，这件铠甲要是放到外面去卖恐怕是天文数字的金钱，圆圆的眼光不错，至少能够用到7阶，7阶之前我都不用换铠甲了。你还买别的了吗？这都花了30000多功勋，还买别的我就超支了。其他人呢？谁先说？我来，我也没买什么贵重的，就是买了点专门给魔兽吃的丹药，这东西有药哥又不会炼制，我觉得我的脉都要进阶了，一共换了4000功勋。我换了一面辉煌级别的盾牌，名叫光之反射，附带3重光元素叠加护盾，防御力堪比神域格挡，同时还有反弹魔法攻击的作用，其他的没换，花费11000功勋。哦，老爸，我买的稍微有点多，别怪我啊，你说的对，我也总不能披着牧师的法师袍了，我买了一件半身铠光明之力，能够增强1000外灵力，同时附带延长技能，能够延长一切肉体施展的技能，对于我的狂化很有帮助。这铠甲花了8000功勋。哎，还有就是我换了武器啊，我给你们看看，我这武器啊几乎装满了我的储物戒指。一边说着呀，他已经十分得意地笑了起来，只见他手中是金光一闪，顿时浓郁的金光骤然放大，一个巨大的东西便出现在他怀抱之中。这玩意儿啊实在是有些夸张，看到他的时候连龙浩辰的眼睛都不禁直了。这太暴力了吧。哈哈哈，老爸，我走的就是暴力路线呢，我天生外灵力就比普通人强，而且有了光明之力增幅的1000外灵力，不用这种武器啊都对不起自己。他手中的这件武器啊实在是特殊的很，简单来说那就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球，这玩意儿没有任何花哨的地儿，直径足有1米，
金属球十分的光滑，却散发着浓浓的光元素波动，哪怕是司马仙这样的体格抱着它都显得有些吃力。虽说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但恐怕至少也有千斤的重量。此刻司马仙得意洋洋地介绍起他的新伙伴：我这件武器名叫光之大力丸，说起来运气真是不错，因为这玩意儿没人愿意要，所以我是廉价买回来的，只花了16000公斤。哎，要知道啊，这上面可是镀了一层金金的，在辉煌级装备中那绝对是顶级的存在，其他这种层次的装备至少也是30000公斤起步。我的光之大力丸附带技能粉碎，只有这一个技能，威力我还没试过。据说光之大力丸的核心是一枚7阶光元素魔兽的魔晶，我是从交易中心官方买的。据说如果能将魔晶换成8阶魔兽的，我这光之大力丸直接就能晋升为传奇装备。如果有足够的晶晶融入其中，就算是传奇级的巅峰装备也是有可能的。这是放大版的流星锤吗？嘿嘿嘿，算是吧，这锁链我还觉得短了点呢，不过以我现在的力量也是足够了，等我以后修为强了一定把它重新打造。刚看到这玩意儿的时候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它，我已经决定了它将成为我的终身装备，我以后一定会想方设法来征服它的。司马，以后出门可千万别跟人家说你是牧师圣殿出来的，不然牧师圣殿一定会来找你麻烦。还有你去牧师圣殿学习魔法的时候也千万别带着这东西啊。哼，我又没给牧师圣殿丢人，怕什么，说不定以后牧师圣殿还会以我为荣的。没了，你们买的装备就这些？对，我们自己的装备就这些了。不对呀，你们虽然每个人都有所增强了，但加起来花了也不到10万功勋吧，我们不是有16万功勋可以花吗？而且林欣还卖了不少丹药，应该还有不少功勋剩余吧，功勋留太多也没用，还是换成技战力最好。老大，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们当然知道不需要留下太多的功勋，刚才是我们买给自己的装备，接下来就是买给你的了。我？哼，你们呢？团长，你在交易中心晃悠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你从林夕那里只是花费功勋给副团长买了2000装备而已，可你自己呢？我们明白你希望将功勋节约下来给大家用，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是我们团队的核心，更是中流砥柱，只有你的实力增强了，才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团队在战争中的安全，这绝不是自私，而是必须要做到的，所以大家一起做主，给你买了3件装备。这时啊，韩宇的手中金光一闪，已经多了一柄样式奇古的重剑，这柄重剑长度和圣灵剑差不多，都在40左右，但却比圣灵剑更宽几分，剑身之上有2道凹槽，从剑锋一直延伸到剑柄，两个凹槽中各自有着一条龙形的魔纹雕刻，还没有任何宝石镶嵌，但是当这柄重剑拿出来的时候，整个别墅内的空气都是下降几分，浓浓的肃杀之气也是扑面而来。被拥有如此巨大的血槽重剑刺入身体，就光是失血都足以致命了。这柄剑名叫光之惩戒，16000功勋，和司马的光之大力丸一样，它也是我们廉价买来的，因为它的使用要求十分特殊，普通人根本用不了，它要求使用者为光明属性，而且先天内灵力必须要超过70。这柄光之惩戒据说是以前一位强大的惩戒骑士前辈流传下来的，一直尘封于交易中心仓库之中，毕竟先天内灵力超过70的骑士太少见了，固化瞬发圣剑技能用它释放圣剑，消耗的灵力和正常释放是一样，但技能瞬发附带吸灵技能，一旦刺中敌人必定会吸取其10点灵力转化为光明灵力回馈给使用者自身。好剑！龙皓晨几乎是脱口而出。或许啊，这柄光之惩戒还不能与他的蓝羽光之芙蓉相比，但他自身的品质也是极高了，而且附带的两个技能特别实用。瞬发圣剑虽说消耗灵力一样，可是能够骤然爆发出5阶战技，这在战斗中起到的作用可想而知。
至于说那吸灵能力更是极为适合于群战了，尤其是对付低阶魔族，刺中一个能吸收十点灵力。如果是面对双刀魔的话，龙皓晨一个灭魔闪或者是普通的闪电刺出去，笼罩十个敌人也是有可能的，这无疑会大幅度增加他在战场上的持续战斗能力。16000公军当真不贵。等团长以后有了更好的选择，这柄剑还可以淘汰给我使用，也算是一举两得了。龙皓晨刚想说些什么，王远远手中也是金光一闪，一面两尺左右的盾牌出现在他双掌之上。辉煌圣盾，附带圣盾术技能，虽然只有一个技能，但圣盾术是你们守护骑士的六阶技能，和光之惩戒一样。盾牌上的圣盾术也只需要消耗灵力，但却是瞬发。但圣盾术消耗比较大，使用一次似乎要消耗300灵力，持续效果10秒。林欣右手伸出，一道金光直接落在了地上，然后瞬间放大，一套连带头盔在内完整的甲胄出现在龙皓晨面前。这身甲胄通体称为暗金之色，上面的花纹古朴深邃，并不炫目，但只是这甲胄单独的立在地面上就给人一种巍峨之感。辉煌圣铠与辉煌圣盾是两件套的套装，附带守护骑士六阶技能圣灵守护，和圣盾兽一样，施展圣灵守护时也是瞬发，每次消耗灵力300点，而且这两件是套装，两件同时使用时将附带一个套装技能，叫做辉煌，减少这两件装备自带技能的灵力消耗1/3，同时技能威力增加1/3。极品啊，可以说这三件辉煌级的装备都可以用极品来形容。辉煌套装这两件都附带有六阶的防御技能，就算是六阶辉耀骑士拥有它们都是绝对的顶级装备了，而且还有实用的套装技能。这三件装备都给龙皓晨，那么几乎将它是武装到了牙齿，充当守护骑士是整体防御也能提升一个档次，就算他没有最终突破也能够当作是辉耀级别的守护骑士了。你们团长，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咱们是一个团队的伙伴，你更是我们绝对的核心，没有你我们根本不可能从魔族活着回来的。你的强大是团队的强大，只有你的实力足够强横，我们在面对强敌时才更有生命力。他们为龙皓晨选择了这三件装备完全都是出自真心的，事实上他们甚至是先为龙皓晨选择了装备后才用剩余的功勋为自己挑选装备。每当遇到强敌之时，龙皓晨永远是挡在他们面前的守护骑士，而他的圣印灵炉永远是牵引着最强大的对手，无论那对手是否能够阻挡他所做的一切，伙伴们都是看在眼中的呀。老大赶快收起来吧，我要回去睡觉了，明天起来抓紧时间再炼制点丹药，我们目前的功勋余额还有9万多，不到10万，不过相信这次执行任务回来总能将这差一点的功勋补足了。我不说谢了，那样太矫情了，大家早点休息，趁着出发之前将状态调整到最佳。一边说着，龙皓晨将面前的三件装备一一的收起，搂着彩儿回房间去了。